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91面，第一行，摄乘之理观，能发九境之模式，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坚固。天台的摄乘观法，我们学到第三。第三是善巧安心，善巧安心者，善意发心，自安其心也。以发心为所安，以吉兆为能安。吉即是止，观啊，照啊，即是观。若信此心，但是发心，这起是发心起，灭是发心灭，了其实不其灭，妄为其灭。如实提达成功啊，法界俱寂，是明智。若观察此心，提示无明，无明痴惑，即是发心。无明发心，
本来皆空，空也不可得。法性动朗，明知为观，若离法性，无安心处。若离直观，无安心法。由上，上是前面所讲的发真正菩提心啊，虽然是讲了听了没开悟，故用此方便善巧令得心安啊。我们把这段的文念过去了啊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。如果我们在前面发菩提心的时候，就像前段末后总结的发慈誓愿是四弘誓愿啊，所以在观不思议境不能开悟啊，那是上上根人能够依照前面所说的原始中道妙境啊，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，也就是妄境还原观前面讲的三条啊，依这个发菩提心，发四弘誓愿，就能开悟。啊，是如理思维，豁然开悟啊！啊，如反圣位。这是个人根性不同，根性高的入圣位，浅一点入凡位啊。凡圣怎么说呢？都出六道轮回了，四圣法界大乘教成为外凡，就是你证得了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，这是凡位，外凡。如果你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了，你入圣位，那超越十法界了，你升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。这是神啊，这凡圣位是这么说的，这真发菩提心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四弘誓愿天天在发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度众生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真有这个誓愿吗？这个众生我喜欢他，我爱他，你能不能度他？不能度他。为什么呢？你有情执在那里，你爱他，你怎么能度他？
搞六道轮回啊。那个众生，我讨厌他，我恨他，你能度他吗？你也不能度他。那不爱不恨的，你更不能度他了。所以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，那是诸佛化身菩萨的境界。人家却是念念不舍众生。看到众生在受苦，引发自性里面的慈悲心呐、大悲心呐、怜悯一切众生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你是不是天天都是这个念头的？啊，天天还想着自己名闻利养，啊，都想着损人利己，这叫什么菩提心？菩提心哪有损人利己的？啊，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如果真的发菩提心呢？后面三条决定落实了。为什么？断烦恼，烦恼不断，自己没有成就，拿什么来度众生？度众生要德行，德行是断烦恼，度众生要智慧，要方法，那就得学法门啊，要度尽一切众生，包括三贤十地，那你一定得成佛。你不成佛，你度不了他们。啊，你的德行智慧比不上人家，你怎么度人？所以，为什么菩萨那样的精进不懈？自行化他，全是第一条的能量啊！我们讲动力，什么力量在推动他？他在那个地方这样子认真努力去干，就是那个大愿呐、我早一天成就，我早一天能帮助众生。我晚一天成就，众生就要多受一天苦，这是大慈悲心啊，这个心在推动啊，啊，一点私心都没有啊，有一点私心，菩提心就不见了啊，纵然发，发出来就消灭了。这是我说我们发心不能够豁然误入，道理在此地。我们不是搞真的，是搞假的啊！为什么我们搞假的？因为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啊，就是对第一条所说的，诸佛菩萨了，所如的境界，完全不知道。啊，诸佛菩萨的境界在这个十观十门观法里头，不思议境界。
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。啊，现在科学家逐渐逐渐的发现了，啊，这里头重要的几句话：色从心造，全体是心。大乘教讲万法唯心，法相中说的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这是不思议境界啊。啊，像经上所讲的，三界无别法了，唯识一心造啊。啊，华严经上告诉我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哪来的？心现，心生，识变，六个字就讲完了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心现的，真心现的，真心生的，妄心变的，所以那个心里头有真有妄，妄是阿赖耶。啊，简单的讲，心现识变。啊，或者讲心生识变都可以，一个意思。你要真听懂啊，真听懂了，他就开悟。他就明白了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清净心就变清净境界净土，染污的心就变秽土，善心就变善土，不善的心就变恶土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全明白了啊，那他就知道了，把所有一切染污不善放下。为什么？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东西是善的。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，佛法没到中国，他们都晓得。啊，所以老祖宗说：“人心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。”那个本善是真的，是自己本有的啊。本善是什么？本善就是佛菩萨啊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灵媒很多，中国外国我们常常遇到，附体很多，那附体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但是这些灵媒附体传达的信息，你一定要了解，千万不要误会，误会你就上当了。你用智慧善体会他的意思，他们是佛菩萨，不善体会，他们都是魔王外道啊。外面境界，记住佛说的，无佛亦无魔。佛跟魔从哪呢？从你心里面生的你心是智慧，全是佛；你心里面是烦恼，
成什么。由此可知，外头境界不是佛也不是魔啊。啊，传来信息，哎，说你是菩萨才来，你是真的菩萨，假菩萨了。别说菩萨了，菩萨身边的人，你想想，他有没有六通？菩萨身边的人，六通是什么境界呢？小乘阿罗汉的境界啊！大乘华严经上告诉我们。七性为菩萨的境界，你看十性他才到第七性，六种神通具足。那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六种神通？没有，你是凡夫啊，你是佛，迷惑颠倒的佛，你是菩萨，迷惑颠倒的菩萨，大家都是啊。那《华严经》上佛讲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哪个不是佛？个个都是佛。你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啊？是啊。释迦牟尼代表什么意思？能忍寂寞，你对人一片慈悲，对自己清净平等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。你跟他一样啊！你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慈悲，无量方便，样样都无量啊！无量光，无量寿，你是的，你自信本来就是无量光寿啊！那么你今天因为你迷了自信，你迷失了无量光寿。那就不叫，不称你做阿弥陀佛了。你本来是阿弥陀佛，现在不叫你做阿弥陀佛，叫你做凡夫。是这么个意思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只要现的是相，无论是什么样相的相，看得见的是相，听得见的是相，音声的相，鼻闻得到的也是相，气味的相，舌能够尝得出的酸甜苦辣咸的相，都叫相，没有一样不是虚妄的。六根是虚妄的，六尘是虚妄的，六识也是虚妄的。这虚妄东西从哪来的？是自性生的，是自性现的，就是心现的，真心里头。慧能大师说得好：“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自性里头样样不缺，但是。”样样都没有样样不缺。欲云能生万法没有云的时候，清净寂灭什么都没有遇到云的时候，能生万法。
能生是真的，就是自性清净寂灭是真的，现象是幻象，是假的。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一样，屏幕是真的，为什么？永恒不变，里面所现的影像是假的啊，这个大家知道，它刹那刹那在变化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真不爱假，不妨爱假，假也不妨爱真啊。再仔细看呢，真跟假是一不是二，这就叫中道，叫中观啊。我们只看屏幕是看空，空观，只看里面的影像呢，那是假观。知道真就是假，假就是真，真不离假，假不离真，真假是一不是二，这叫中观。啊，诸位细细去体会，电视屏幕所演出的这些节目，你能成无上道啊？你把这个看清楚了，看懂得了啊，现前我们的世界跟这个一样，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能接触外面境界的，这叫正报里头的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啊，六尘是外境。啊，六根、六识，假的。外面六尘也是假的。啊，是屏幕上现的这些像。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是佛。只要你不分别，你就是菩萨。你要不执着，你就是阿罗汉。你就得其正受。受是享受，正是正常。你得到他正常的享受，正常的享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健康的享受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在这个现象里头起生气，七情五欲，七情五欲是不正常的享受啊，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啊，这种享受是不正常的。为什么？自信都没有的，完全与烦恼相应啊。无欲财色名食睡，坏就坏在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完全不知道。你要是真正稍有体会，你对佛菩萨就不能不感恩。为什么？不是佛菩萨示现教诲我们，怎么会知道这事实真相？真相，这个事实真相就在我们面前，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。我们就是迷惑颠倒啊，起心动念想错了，言语说错了啊，身体动作做错了，变成一生的病态啊！病态不说了，还搞了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自己造的，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，
啊，心是轮回心，起心动念不就叫轮回业吗？啊，自作自受啊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上根人听了这些话，真开悟了。真放下了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再也不起心动念了。这人成佛了，上上根人。所以，观不思议境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，六祖慧能大师。24岁，在五祖方丈时就入这个境界了，一听就明白了吗？一明白马上就放下，放下之后再不迷惑了。这是真的佛菩萨。啊，放下之后马上迷了，又迷了。凡夫。赞叹你的话，你是中下根性。这是赞叹的话。那不是赞叹，说老实话，说老实话，你是一禅体。一禅体是印度话，梵语。意思没有善根。啊，纵然有善根，非常非常薄弱，它不起作用。这些道理要懂啊！啊，懂了之后，信德现前。啊，信德里头，处世待人接物的信德，是谦虚啊。你看世间圣人，孔老夫子、孟夫子多谦虚，你看看佛菩萨多谦虚啊，普贤菩萨礼敬诸佛，谁是诸佛？一切众生是诸佛。啊，你跟普贤菩萨见面，普贤菩萨先给你行礼啊。他知道你本来是佛，所以先给你敬礼。普贤菩萨看到花草树木，他也先敬礼；见到山河大地，他也敬礼。为什么？花草树木的本性是佛性，山河大地的本性也是佛性。啊，经典上称他们做法性，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。所以，一切恭敬。啊，我们读了华严经，读了华严观，了解了，不但是啊，前面所说的全是祝福，乃至于我们经典前面得到一毛一尘
一毛一尘很大了，我们身上一根汗毛，汗毛的尖端一粒微尘啊，微尘里面的一点啊，这个经上前面我们读过，296年第三行，一毛一尘之微点，都是诸佛了啊！这一毛一尘的微点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所产生的现象。啊，弥勒菩萨不说吗？一念不绝，就产生了精神现象，我们讲正报。正报才有依报立刻现前，依报是物质现象，正报是精神现象。现在科学家知道，物质是精神现象变现的，所以他说物质是假的啊。佛法说精神现象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精神现象是阿赖耶业相变现出来的，阿赖耶的业相是自然现象，转向是精神现象，物质是境界性，都不是真的啊。所以跟你说万法皆空啊，没有一样是实在的 啊那个空不是没有，它能现万法啊，就像我们电视屏幕空的什么都没有啊，但它能现，能现现象，能现万法啊。没有缘的时候不现，有缘的时候它就现啊。缘从哪的？缘也不是真的，这不可思议啊。这不可思议四个字太妙了啊，你不能思不能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思意都动心了，都起心动念了，那不起心不动念，完全了解，你就见到事实真相；起心动念，你见到事实的幻象，你没有见到真相。啊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厉害呀！他在这现象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真相大白。所以叫成佛。我们总得问问，哎，这什么那是什么，完了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具足，啊，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，啊，跟大乘经教讲的个个不相入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学大乘的难处，难在此地，难不在外面，是在自己的用心，全用轮回心想理解大乘法，这办不到的。
啊，理解你所理解的大乘的皮毛，啊，大乘的粗浅常识，大乘的精髓，你边都沾不到啊！啊，不执着了，才沾到一点边缘。那是什么人？阿罗汉、辟支佛。好像进大门了、啊。大门里头还有二门呢、啊。二门里面才有大堂。啊，才有宫殿呢、啊。啊，阿罗汉是进大门的，没进二门的。菩萨进了二门的，没有登堂入室啊。啊，什么人登堂入室呢？证得诸法实相，化身菩萨啊！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初住，入初住位，这是圆教初住啊，法华是圆教啊，别教的初地，圆教的初住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前面所说的如理思维，豁然悟理这登堂入室了啊，入室等觉菩萨啊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登堂啊，我用这个比喻诸位能了解啊，这修行次第。我们今天说老实话，连虚脱还都做不到啊，人家称你是佛，什么佛再来，菩萨再来，恭维你的，鼓励你的，你不是真的。你要是无知，哎呀，我真的是什么菩萨再来，完了，肯定堕地狱。为什么呢？大妄语，你没有证得，你以为证得啊？纵然你不是有心骗人的时候，那叫什么呢？佛家一个名叫正上慢，你看傲慢心生起来了啊，自以为是了。啊，傲慢现前，烦恼起现行了。你不是智慧现行，你是烦恼现行。所以，你走的不是佛道，是魔道。啊，佛道是空家中。你都着想。你都起烦恼了啊，这还得了吗？这还不如不学啊，不如乡下老太婆老阿公一生老实念佛，他真有成就啊。所以严宗学教用心不善，全都走上岔路上去了，还不是弯路，弯路还可以走回头，走到岔路去了，永远不知道回头。啊，菩提心发了，不
不开悟，本来菩提心一发就是初住菩萨。诸位要知道，阿罗汉没有发菩提心，辟支佛也没发菩提心。全教菩萨也没发菩提心。菩提心只要一发，就是圆教初住菩萨。为什么他用真心呢？他不用妄心了，用真心叫法身大士，超越设法界了。设法界里面的人全用的是阿赖耶，把阿赖耶当作真心。什么叫真心？他不知道。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，这就知道根性又差一等的人了。要善巧安心，善巧是方便法。你看，善以法性自安其心，也很了不起啊。他用什么安心？他用法性。大乘道里面，他是第三等人呐。在我们凡夫里面是，他第一等人，顶尖的。为什么呢？以法性自安其心，这还得了吗？法性是真心。以法性为所安，怎么个说法？撇开佛法不谈，我们谈中国老祖宗的教诲，也有这个味道。三字经里面头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性本善是不是法性？是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我知道我性本善，我念念回归到本善，心不就安了吗？我不能走我，为什么不能走我？我不是我的本性，我本性是善的，那有恶念、恶言、恶行，错了。他能够归到本善呢？以本善为所安呢？以吉兆为能安，吉兆是方法，吉是清净心，兆是智慧，清净心能生智慧。所以吉就是止，照就是观。吉是说心不向外头远。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是六根，这是止。净念相即，那是观。止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。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教我，我那时候刚刚进门，
啊，正式接受佛教人第一堂上课，啊，他要跟我讲止观，会把我讲糊涂，啊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他变一个方法，说看破，说放下。啊，虽然不明他的奥义，但是好像能懂得。啊，我还问他老人家，看破放下从哪里下手啊？啊，他告诉我，从布施。啊，跟我讲，财时得财富，法时得聪明智慧，无为时得健康长寿。这曹仁宇教给我的，啊，教我改造命运，啊，我一教奉行呐，学了就真干了，啊，先学放下，然后再学看破。啊，放下怎么呢？心真清净了。啊，贪嗔痴慢的心就渐渐缩小了，它不是扩大，缩小了。啊，放下吧，它就缩小了。啊，有界限，有范围了。啊，可是他果报真显现，才不是越施越多。啊，老师教你说，越多越施，绝对不要留，留就错了。留怎么样呢？你贪心起来了，你烦恼起来了。啊，有多少施多少。啊，施完之后又来了，又来比前面又多。啊，不管多多少，都要完全失掉，别留。啊，你们看李世民这个复叠的这个复题的观点。啊，有个人问他，他们得了很多供养，啊，想放生印经，啊，做这个慈善利益众生的事业，是不是要分配？啊，哪一样做多少钱？他告诉大家不要分配。啊，今天有多少，今天放生，通通拿去放生。明天有多少想印经，通通拿去印。对，非常有道理。啊，这个概念跟张家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你不要怕，我通通舍了之后，明天没有了。那是你的妄想，你的错误观念啊！你不必去想明天，明天还没到啊！你今天舍掉，明天会得到更多啊！老师教给我，我已经做了60年了。我给大家做证明啊，确实越施越多啊。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60年来一天也没有饿住，一天也没冻住，
啊，虽然没有道场，啊，没有一个家，没有个住处，啊，我也没有一天在外面过夜。啊，完，老师的话完全证实了，而老师的话是出在佛经上，佛说的。啊，为什么不干呢？为什么执着这个身呢？啊，为什么不把贪嗔痴放下呢？贪嗔是病根，修道不难，不能证果，连开悟都被他障碍了。啊，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，也被他障碍；念佛不能往生，还是被他障碍。啊，我们自己最大的冤亲债主，最大的障碍就是贪嗔痴慢疑。为什么不放下？这说明啊，灾难的因呢，真因呢，不在外头啊，在自己啊。啊，自己从内心里头把这个灾难的因拔掉，内外灾难都没有了，内身心健康，外居住的地方不会有灾难。佛法的好处，佛法的利益，真舍利益了，利益无边际，利益无穷尽，这么好的东西不要，那叫愚痴啊。啊，李世民说的叫傻瓜了。啊，下面说，若信此心，但是法心。我们这个心虽然是妄心啊，妄心还是法心变的啊，它的体是法心啊。这是我们不认识啊，啊，所以妄真妄不二啊，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所以问题在心，你只要相信这个心，相信这些现象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全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。这起是法性起，灭是法性灭。这个起灭我们要认识清楚，起是什么呢？是缘聚。灭是什么呢？是缘散。缘聚则生起，缘散就消灭了。聚散无常啊，聚散那个起不是真起，聚散的灭不是真灭，所以一切法不生不灭。这个事实真相有没有看出来？科学家看出来了。科学家讲出一句话，我听了，知道，他们看出来了。
他说，整个宇宙里头只有三样东西，除这三样东西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就他看出来了。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呢？物质、信息、能量。这三样东西缘聚，它就现象；散，现象就没有了。缘聚缘散，聚是它，散也是它。